有可能会不会就是如果你提前说的话，他可能连工作不愿意。对对对啊，对啊，真的。所以我当时都没有提，晚一点再说。机智，对。那我们就不行，我们就必须得说，要不然就时间的概念。对，前山一语。
找到一些干的，因为你回来的话，你三个月就要回去了，对吧？你三个月之前找到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就是最好卡在一起，就给你们毕业是固定时间。我不知道，哎，其实五月份就应该是因为我们要上的是最好，因为四月份是等于说你五月份是到第二年的五月份，等于说你只要在第二年的二月份的时候，就第二年二月份的时候你找到一个。就是还算比较合适。对对，应该像我的话，我是八月份毕业的，那我 OPT 来的都九月底了，十月份开始，然后我就找到工作，我就来不及脱节，知道吗？哦，就很难。不过还你看啊，还有两年嘛，就要结婚了，多认识人，趁着两年，多基本是对学习就没有那个。我们专业两条路的，其实如果你学习非常好的话，也基本上肯定能找工作，因为就反正因为我们上大学培养方式，所以就是他们会很看你在本专的成绩。那然后呢？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人来了。那如果成绩很好，就基本上就只要你人正常，那成绩很好也很不容易。就是法学院真的，因为大家都是要看成绩，所以就。不是那种啊，老美肯定考不过我的，不是这种感觉，就大家都好是的，而且这种专业或者是语言上来说，跟你是有关系。对对对，真的是靠成绩吗？真的是靠成绩，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对，还是 Angela 厉害，除了网上还又没有说他要准时来。他应该是要在，对，大家应该是要在，啊，这边很热的一个，忘记在斯坦福建吧，好像做一个建厂吧，然后就然后招法务。